那天转到他们班，阳光透过窗子洒进教室里面。她坐在我的右前方，特别漂亮。她是瓜子脸，长头发，额头挺大的，小小的耳朵，嘴巴就是那种上嘴唇翘翘的，然后两边也是翘翘的，像那种猫咪，然后就看着很想吻上去的感觉。别人对他越好，我就对他越坏，有时候就欺负他呀。其实目的很简单啊，就是让他记住我。我们喜欢的东西是同一样东西，我们可以聊到一起去。他长得有一个方方的脸，眼睛不大，马尾辫，然后就经常跳舞的时候，就可能头发就会跟着这个风啊，还有节奏啊，就会飘动。但是我从来没有表白过，对于我来讲，这是一个恋爱的过程，虽然对方不知道。那时候就是非常单纯的爱，所以你。